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南加州华航联谊会，从2006年创会以来，在促进增强会员朋友们彼此间的联系情谊以及互动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南加州华航联谊会以往每年都会举办旅游活动、探望老人、健康生活讲座、马球赛，还有就是年会。而2020年的疫情虽然停止了实体活动，南加州华航联谊会还是举办了18场有关各项生活、园艺、医疗、美容等等的线上讲座，得到了广大回响。而今年恢复年会活动，今年的年会会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12月4号的上午11点半，在 Pacific Palm Resort 举行。借此机会，能告诉所有的会员还有爱护支持的朋友们，2022年华航联谊会会继续的举办多项线上专题讲座以及户外活动，例如旅游、高尔夫球赛等等。希望所有的会员朋友能够共享盛举。